窗户坏掉是不是？继续吹三道门。再来，慢慢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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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OK，OK。OK, OK0.27也超过路。昨日17时许，警方执行防治酒驾 A1 交通稽查勤务，发现廖男驾驶小货车行经康庄路未系安全带，因此予以拦停。警方盘查时发现廖男汽车驾照已吊销，且身上散发出浓厚酒味，经对廖男实施酒测，酒测值为0.27，现场宣告全力后，依现行犯逮捕，并依公共危险罪依行侦办。警方呼吁酒后驾车上路犹如不定时炸弹，严重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，警方将持续加强执法力度，贯彻酒驾零容忍政策，呼吁民众请勿以身试法。